欢迎收听今晚嘅动漫无双嘅主持有话二啦，系赢者。好啦，又要重复多一次嘅，就系、是、如果要听公告，可以听翻详细版嘅上一集。咁啊，今集有个简单版，就系话开台咧，去到今个星期咧，因为我哋播出依日啦，就系、是、呢个27号，系啦。咁所以咧，开台就已经会喺25号啱啱完宣布呢个完结噶啦，结束噶啦，即系我哋其中一个播放平台。咁 Spotify 亦都会喺31号啦，即系今个礼拜五结束噶啦。咁啊，大家可以要听节目嘅咧，继续可以喺翻另外一个播放平台啦 ，Our Radio 嗰边可以 download 到嘅。咁另外一方面就係話，我哋都做緊一啲檔案嘅重新整理，咁大家會可以將過往所有嘅集數呢會可以喺上網聽得返嘅，而亦都會推出podcast 嘅訂閱服務。冇錯啦，我哋今集就開宗明義啦，嗱，動畫成日講㗎啦，漫畫比較少講嘅，我哋今集講漫畫，就一套點講呢，真係漫畫嚟嘅，佢有動畫。唔通假㗎？喂，唔係講埋先，佢真係漫畫嚟嘅。佢基本上佢咧作者產量少，都係漫畫得幾部。呢套嘢廣播劇有，但係未動畫化過嘅，即係算係。我覺得佢動畫化唔到喎。因為之前講啲漫畫通常都係動畫化過啊，或者漫畫作家佢作品又動畫化過，呢、這個就未有嘅就呢、這個就瘋狂掛衣服啦，就係、是、呢個木津黑狗先生。木津黑狗係原作嘅咩蝦狗啊？木木中黑狗，黑狗咁知？我哋先谂呢个作家其实画产都比较少嘅，咁呢套系算系比较出名啦，都系台湾有入过货嘅，都叫台湾东。佢喺 Champion Red 嗰个连载嘅，咁 Champion Red 比较出名就系话《圣痕炼金士》啊，咁大家或者呢个阿 Kisola， 咁所以大家已经好易谂到其实呢本嘢嘅定位嘅，都呢本嘢冇 H 嘅，我想嗱呢本嘢个名叫一般向嘅。咁但係大家知道日本嘅一般向即係等於15禁啦，簡單啲講。咁所以其實就會有部分嘅路上面嘅鏡頭嘅，係啦，特別其實喺呢個醫學題材漫畫嚟講係好合理嘅。但其實深究嚟講，呢部係咪真係一部醫學題材嘅漫畫呢？我覺得唔係好係嘅，唔係即係，但係作者佢引用咗。佢即係用咗好多有醫學背景相關方面嗱，其實只係一個文科人唔明啫。你講啦。我主要係文科人比較難明嘅，因為有啲嘢佢嘅內容嘅就我諗中學生都識嘅，有部分就真係唔識嘅。唔係，其實好明顯好睇到係作者其實有醫學底，可能醫學底或者對醫學嘅資料有深究過。即係見佢一啲解剖圖咧，真係比較跟足嘅，真係。但係雖然佢隔即係佢呢部。當然唔係一個真實系嘅漫畫啦，即係空想出嚟嘅漫畫啦。咁但係佢醫學嗰邊啲嘢係真實系做到咁就諾貝爾攞咗幾次。哇！點話諾貝爾啲世界人類文明遺產嚟嘅應該係超文明遺產。係啊，真係唔使讀㗎啦可以。但係其實我睇呢本漫畫嘅時候咧，我就諗下會唔會似之前嗰部咩怪醫生博士嗰類型嘅漫畫咁樣咧？唔係，其實開頭真係好似嘅，開頭就係話歪蟲博士第一集又好，呢套嘢第一集又好，都係有班人走上門揾個醫生，醫啲人係醫人啦，唔敢坐低得，但係其實坐低係整蠱佢嘅，即係點解內容第一集其實有少少似咯，都係唔知係咪致敬。第一集咧，我就反而唔係睇個劇情咯，反而係睇個人設上咯，就係佢同怪醫好似就係話個忽呢一面咧係一暗一忽嘅，好似做過曬手術咁樣。咁好似所以有少少當時我咧秦博士第一集咁咯，就風格少似，唔知係咪致敬。但係實際上睇到落去咧，同秦博士係兩套唔同走向嘅漫畫嚟嘅。咁啊，講個題外話。咁啊，玛丽医院有个医生咧，就好中意真系睇怪医秦博士。咁啊，睇下边个有兴趣嘅，俾人入咗去做嘅话咧，睇下会唔会俾人执啦？做咩啫？我同你讲啊，斗讲啊，真系有房坐嘅，不过人哋翻翻嚟先啦。系咯，咁呢套点讲？即系怪医秦博士，但系又应该有睇过，多数我谂应该有睇过噶啦。偏向写实性，即系听过咯，系即系可能即系本身手指仲系识医学嘅嘢，佢读医科嘅，佢后面讲好多即系解剖啊，或者讲医学啲新啲病疾病名词，佢真系有做，即系佢本身佢专病名词，我觉得就两睇嘅啫，有啲就搵唔到系佢讲乜，或者系译本嘅问题啦，就是、可能日文佢翻译嗰个唔熟咁样，译译咗唔知咩名字。总之见到个名字就有啲咁嘅嘢咁样。咁但呢套就点讲咧？佢都有用翻啲名词，解剖时候都跟咗翻人体嘅内脏嗰啲分布啦。但问题入面做嗰啲系完全系现实中我哋即系原本上科技做唔到嘅嘢。唔系应该讲啦，即系怪医秦博士嚟讲咧，佢会系用翻人类嘅角度去，即系虽然佢系啲咩超技术啊、超医术啊嗰啲咁嘅事，但系佢。
都喺人類角度為人類出發，但係呢本完全唔係嘅。火分係完全係火分啦，即係類似佢個主要唔係話喺醫好一個人身上咯，佢反而係即係藉著呢樣嘢去帶出一啲即係點啊？佢唔似佢唔似係一個好醫學題材要講話醫人嘅。醫人佢其實個定位其實比較尷尬，因為你話佢係解剖嗰邊。佢有少似，但系佢又系医人。其实佢系集咗好多个科，但系又摸定一个医生嘅。因为你见佢做好多都系一啲外科手术嚟，但系佢又摸定一个 surgeon 嘅。一个 surgeon 系唔会识好多 DNA 嘅嘢，同埋佢唔会话好 focus 嗰个手术系点样做啊，点样细致上。佢会 focus 咗佢好多嘢手术。总之就系话我要改造呢个人啦，跟住就之后就另一页嚟。佢已经改造完。佢讲咗啲理论出嚟，但过程佢就 skip 咗，会系。就主要就因为佢少量，佢理论都冇乜嘢，你唔好讲得好。一讲纯博士，佢真系人嚟嘅，佢用人心去医人，但少量佢点讲咧？佢应该唔系人嚟嘅，佢思想即系佢思想上系咪就都唔系同。同性人完全唔同嘅，但係佢諗嘅係救人。嗱，我覺得你咁講係有問題啦。唔係個個醫生都一定要覺得話醫人好緊要咁噶嘛。你要知道有人可能因為探究原因咁樣就哇，劏開會點嘅咧咁樣。但係佢反而唔係醫生嘅角度咯，反而係女。佢係一個研究者嘅角度，即係例如話有個人死，咁秦博士即係類似代表醫生救翻佢先。咁點救都救翻個人先，但小林慧。救翻你，救翻你！我真系改造成公仔得啦，或者都救翻你得啦。即系佢系要知道咁样整之后会点咧？佢系要试嘢咯。佢就唔系喺一个要救翻你嘅角度。咁当然咧，佢亦都保持就系话，我系唔可以俾人死嘅。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唔死啫，就冇话你会变翻原本咁嘅样。即或者冇系啦，只系你系唔死啫。我记得有一篇就系、是，譬如话好似系嗰个女仔咧，即系死咗之后帮佢。复活啦，复活完，跟住佢变咗成条虫咁嘅嘢。嗰个第一章，但系头几篇嚟嘅。系系咁嘅剧情咯。即系佢呢个上冇错救翻你，但系你救翻你之后，你系咪人咧？就你一件事救翻你唔系一个人形嘅，你会唔会接受到呢样嘢？咁其实咧相关嘅嘢，其实大家会喺电影嘅一啲可以叫话沟片或者 B 级片嚟，都会见到，即系有套出名噶啦，人形蜈蚣。嗯，系啦，咁甚至有 LEGO 嘅，唔知点解。嗰啲就我唔觉得系即系类似讲医疗嘅。嗰啲就恐怖片啦、就是。其实呢套其实我觉得比较归类就系应该系恐怖、猎奇嘅漫画会多啲咯。佢用一啲比较，即系佢啲凶手角度去讽刺社会现实层面。有呢、這个有一定有啲嘢，但系唔算好多咯。反而佢写嗰个因为其实佢系单元古仔嚟嘅，咁但系就大家可以总括睇到佢有几种走向嘅、嗯。第一种咧就会系话去翻学一啲校园嘅边，但通常佢都讲有一啲少女少男嘅问题、嗯，通常都同情情爱爱有关噶啦。咁、嗯、即系譬如头先阿赢姐讲到嗰种话，有个女仔变咗条虫，咁、嗯、跟住个男仔点样照顾佢啊？咁佢哋最初都觉得冇乜问题嘅。因为佢所讲嘅就系讲完全变态一样嘢嘛，即系佢个变条虫唔通真系觉得好好玩嘅咩？佢变条虫，跟住可以变翻个样。但系佢哋唔，佢之前唔讲俾佢听噶嘛，佢个女仔一路以为就系话佢成世都系会系条虫嚟。系，唔系我讲埋先。咁佢最后就系话，哦，咁冇嘢啊，咁成虫咁咪会交配咯咁样。咁、那个结局大家记得系点噶啦？就系、是、食咗个男仔噶嘛，佢哋搞嘢。其实而家你话火星异种都睇到，你讲埋先，系啦，因为你好多昆虫类嘅品种喺交配之后系会食咗个雄性佢噶嘛，作为营养啊。系啦，系对螳螂嗰类嘅嘢啦，咁呢个会有啦，咁咪亦都会另外一啲，譬如话系两个人殉情。咁咪自殺，咁一个死咗，一个未死咁样，跟住救翻佢啊，得唔得翻个头啊？咁嗰啲嗰类，咁呢类型嘅少男少女嘅青春都会有。另外一类嘅会可能系一啲比较社会层面啲嘅嘢，佢会讲一啲政经界嘅名人、财团或者甚至系之间嘅啲黑社会、黑势力嘅一啲角力，咁可能会变咗系即系阿芙兰佢嘅主要资金来源啦，做好多奇奇怪怪嘅手术。变咗不死人啊，暗杀组织啊，咁样讲嗰啲嘢系啦，或者一啲电影界啊，点样令或者令到呢啲名人有啲能力啊，去获取更多嘅财富。咁佢改造个女生变到二千余，真系有啲二千嘅面。跟住变咗罗志威尔啊嘛，
系啦，最后系咯，咁呢个就过到啦。大眼睛啊，嗰啲咩少女漫。咁呢个走遍娇王国证啦，就最后睇嗰份啦。系啊，咁其实佢主要嘅围绕就系围绕呢两个大嘅。有啲系空想世界嘅，唔系拉达啊，唔系个 lap， 有啲系空想世界，例如话拉达啦，咩去到无人荒岛上面啦，啲丧尸啦，点解会有？佢当医学角度研究丧尸咩就系、是？唔系佢嗰啲咧系有啲篇章咧，佢会代入其他元素，譬如话金田一嗰啲都有噶嘛。系啊，荒毒咁样暴雪。荒岛入边冇人接触佢，但系佢死咗，佢密室嚟。暴风雪密室死咗。呢啲咁类型，佢都会有运用到咯，系啊，即系佢 fusion 嘅都靓他向嘅作品，几玩嘅系。咁啊，佢主要嘅篇幅呢啲啊，咁但系嗱，我头先讲过就系话佢嘅内容啦，或者讲过话佢个啲特点啦，即系譬如话佢一啲医疗性质嘅嘢啊，咁、但系佢整体嗰个演绎方面，咁又系点嘅啊？即系通常啦，佢因为佢一张啦，有啲系四廿几版啦，有啲廿几版啦，吓、咁其实佢张与张之间系冇关联嘅。因为单元，因为佢系单元嘅，咁、但系部分嘅故事咧、就后面会有再续，有啲系啦，或者系一啲人物会再用，咁、啊最简单啦，大家会去到诶、警官、女警官、女警啦，呢个妹妹计划，女警我成日出现啦，一万唔知几多个妹妹有，系啦，咁啊大遮头啦，佢初头带出嘅故事就系话佢研发咗一只细胞咧，就系佢自己识分裂嘅。咁咩細胞自己識分裂㗎啦？咁嗰啲嗰個佢直情係成個人可以全完全由一個人分裂做兩個人。唔係佢嗰個故事就係、是、一個女仔有兩條仔追佢，咁點樣解決問題？女學生係咯，咁我冇攞兩個同事攞高霸，又唔可以飛咗兩個，咁點樣咧？佢想起雙飛，咁於是就想起雙啊？點算呢？就唔係玩三 P， 就係咧將個女仔一開二，咁咪可以滿足曬兩個咯。咁但系問題嚟了啦，變咗兩個之後，嗰兩條仔見到，死咗點算啊？不如我哋走咯，可能搭上 BL 之類啊，唔知點解。唔係，同埋佢分裂咗兩個之後咧，其實佢冇再解決到個問題咁，因為佢兩個始終都會有即係兩個個體差異。係啦，咁始終都會有，即係佢反而製造咗更多嘅問題出嚟。所以跟住嗰兩條互片，好難去咁諗咯。我只要解決你問題得，之後有咩問題唔關我事，動畫豆腐都唔關我事，真係。但係好合理喎，我醫完你之後，你繼續食翻，應該係你死咗咁咯，咁唔關我事㗎。係啊，同緊同理啫嘛。你話要一分為二，想溝兩條仔起身飛啊嘛，幫你諗之後咩後果你負責咯，啲唔關事㗎，真係。係啊，即係嗰啲你去揾社工。所以往往做出嚟個結果，佢就反而係變咗似係叮當個百寶袋個角色咯。即係佢幫你整一你實現咗你好想做乜都得，但係之後究竟通常都唔好㗎啦。係啦，通常都唔好，但係之後究竟導致咗咩結果？都有啲好嘅結局嘅，咁當然得到嘅面係，即係點講咧？即係類似人類只一層面未夠夾過呢咁高先進嘅技術啦，就係、是、通常都濫用科技就悲慘收場咯，我覺得都係咁樣睇咯。好多依類型嘅嘢啦，咁依個作品好睇嘅地方嚟嘅，應該係即係有佢有趣嘅地方咯，係啊。咁但係當然啦，一定有啲位係空想過度㗎啦。好明顯啦，第一集開始已經係空想過度嘅嘢啦。第一集其實佢講嗰樣嘢就好得意嘅，佢所第一集佢講嘅嘢應該係兩個腦一個人㗎嘛。係呀，咁但係實際上一定做唔到㗎啦，同埋你要咁樣去博法咁樣得唔得呢？佢唔會深究話嗰樣嘢得唔得，只不過話佢而家做咗出嚟啦，究竟會導致到咩結果呢？咁樣咯，佢會帶。即係佢以前定係少男嘅科技已經係超咗而家水平嘅啦，超以上。無視咩內臟會有咩衝突啊，咩抗拒性，佢幫啲幫你搞掂就搞掂嘅，但之後有問題就係你人本身嘅心智啊，或者佢。所以我咪話，反而覺得呢套嘢唔係話好著重喺醫藥方面，反而著重係，譬如話係。實現咗你的願望啦，之後會導致咩結果？反而佢着重喺呢樣嘢，係即係佢一個包裝嘅醫學咯。即係佢點醫都好，人嘅心、人嘅文明、水平嘅精神係醫唔到啦，就係。但係其實同樣道理咧，雖然你話佢用一個醫學嘅包裝啊，但係除咗早期嘅第一本啊，或者第二本都有啲嘅，開始去到中段係越嚟越少一啲，大家完全唔知佢噏乜嘅醫學嘢嘅。系啦，好一后面有一 part 讲老人家，即系现实老人问题嘅，有个老人家唔知活到二百几三百岁，咁就验出佢身体唔知有个唔知乜嘅糖分，有啲糖分即系自然界都系类似防腐剂咁嘅物体，可以保持人类
身體嘅新鮮度，就等佢冇咁易老，類似嗰啲嘢咯。唔係，佢係講到係佢用憎恨嚟延長佢生命啊嘛。佢憎恨就身體發成一種某種糖分嘅物體，啲糖分類似補補劑，保持佢身體可以不老。會唔會係會唔會反映緊木乃伊嗰種狀況？同埋好似調翻轉咁樣，唔係係講日應該佢當然係呢個反映日本社會嘅老人問題啦。咁但問題佢中間講到話有啲糖分。咁可以，當然食物防腐劑可以保養得耐啲係合理，但係人類有呢啲糖，即係用喺人類身上會會係咪真有咧？咁呢啲就唔知啦。嗰嗱，你話多糖體即係介勤咧，會有唔同類型嘅功用，係啦。你話防預防疾病，各種類型嘅嘢都有。咁但係會唔會因為咁樣而改變，就一定有啲問題？調翻轉，如果你話你有一種，你話有一種特別嘅糖係可以嘅，但係最 common 嘅一個問題就係話糖尿病點解會大家咁易瀨嘢咧？就係話你啲器官俾糖醃到有問題咯，即係變過量過多啊，係啊，咁搞到你所有組織都有問題㗎啦，即係發炎啊。佢而家就無視曬呢一，佢而家就變咗調翻轉啦。因為你話佢某一部分嘅糖有一啲好嘅作用係可以，但係你話佢整體而言令到你延年益壽，就有少少奇怪。你話年益壽嘅嘢，其實佢有涉及到嘅，即係譬如話佢有話有個女財閥叫唔同嘅醫生嚟幫佢返到還童㗎嘛。嗯，係啊。咁跟住後尾啊，妹妹就發覺，即係扶蘭嘅妹妹啦，暗殺者妹妹啦，發現嘩佢嗰個地牢下面好多鹹魚喎、咁其實佢嗰啲鹹魚又係咩嚟呢？就係佢嗰啲複製人。跟住攞嗰啲複製人呢點㗎啊，榨乾蘋果咁樣。攞去啲後生個基因啊，正常因為人類嘅身體。佢唔係啊，佢攞嚟榨汁㗎嘛。跟住飲㗎嘛。但我唔知，我唔識醫學呢啲嘢，我唔知佢佢咁樣講。有幾 part 係類似嘅，你講埋啦先。係啊，佢咁樣飲啊嘛，嗱，我唔好理佢飲乜嘢啦，即係其實類似嗰啲中國人好中意打嗰啲咩羊胎素咁啫。以形補形啊。係啦，咁好奇怪噶嘛，四川有嗰啲火鍋人胎噶嘛，你有睇新聞應該知有㗎，麻辣火鍋 BB 仔啊嘛，有㗎，幾年前有㗎啲新聞。係啊，醫院攞啲人胎啊嘛，俾人偷咗。自己食人啦，就食人。係啊，咁嗰啲以形補形，咁其實就。冇乜根據嘅，其實就一篇嘢類。你話佢有嗰啲荷爾蒙 ，OK， 咁但係嗰啲荷爾蒙係調翻轉，只不過好似攻魚心打到身體調翻轉生 cancer 過多咁樣啫。即係因為你呢啲 BB 娘胎盤類嘅嘢，佢都係一啲雌性荷爾蒙，咁你打得多嚟就令女生卵巢癌嘅啫嘛。咪有一篇嘢類似接近嘅，都係有個女生佢患咗一種奇怪嘅病，咁就身體會自己蠶食自己啦，就係跟住就會死嘅就。跟住佢又殺得同樣有病人嘅食咗佢啲肉，咁就令自己啊嗰、那個就比較得意，嗰、那個佢話佢自體免疫啊嘛，啊好似自體免疫，好類似係啊，佢話就食落口嘅嘢就唔會免疫啊嘛，即係譬如話我將個雞嘅器官移植落你個身體度，你會免疫嘅，即係你會打個雞嘅器官啊嘛。但係你食雞咧，你就唔會免疫，你就唔會有反應噶嘛，係啦。咁但係就同樣就你諗，只要諗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得㗎啦。佢話佢有自體免疫。即係一個有惡徒耳喵嘅人，即係敏感啦，簡單啲講。如果一個有敏感嘅人食咗其他嘢唔會敏感，咁嗰啲食蝦蟹敏感嗰啲人係咩嚟嘅咧？即係一個自體免疫嘅人，你 apply 嘅原理一定係唔通嘅，係啦。佢一定即係呢本作品好多嘢會有依類型嘅概念用咗入邊，但係個可能性通全部大部分都係成疑嘅。甚至譬如話佢有一個就係話兩個女人生一個仔出嚟。跟住佢就話咩選擇性別嗰陣仲選擇一男咁你從個結構上你可以將條 X 變成 Y 嘅，因為條 Y 係短啲㗎嘛，係呀。咁但係個問題係佢做緊嘅嘢係複製人嚟㗎嘛，即係 cloning 嚟㗎嘛。咁即係你佢又話多利養咁嗰啲，攞一個卵子掹走個細胞核，跟住擠另外一個普通 cell 個細胞核落去。咁但係嗰個 cell 唔會突然間你擠個女人嘅 cell 會變咗男人㗎嘛。咁道理上係唔係太 work 嘅呢啲嘢，即係佢一定會有呢類型嘅嘢，咁調返住亦都會有一啲就係大家完全唔鍾意講乜嘅，例如好似話佢有個就係話有隻巨大嘅人形喺一個海底度，跟住成個島要撤離，跟住就話博士將嗰個女人變到好似同鯨魚一齊生活，咁唔知點解佢又會大到肚嘅，即係同條鯨魚唔知乜嘢發生咗。鯨魚都係哺乳類動物，咁係。咁佢至少唔係卵生同埋嘢哺乳同埋一齊溝啦，都叫做鯨魚精液好多㗎嘛，成噸咁㗎嘛，好得人驚㗎嘛，
咁樣沖廁所。即係理論上唔同物種入精子。咁佢嗰度就有講嘅，就話佢嗰啲DNA 睇出嚟又係46條 XX， 咁跟住佢有 XCG 啊，佢日本咁樣寫啦。咁 XCG 其實佢有寫嘅 ，XCG 其實即係日本佢叫人類咩羽毛狀唔知咩激素咁樣啦，係啊。但對於我哋啲唔係學科醫學嗰啲，咪其實唔係個中學式嘅，咪好似感覺上就係作者有拋書包。睇唔明，唔知有乜窿。最簡單係咩咧 ？XCG 大家其實成日都喺萬寧見到有關嘅 XCG 唔係嗰啲咩 ？X 細草 H 啊。繼續 ，human chronic hormone 啊，咁其實就係驗孕棒驗嘅嘢嚟嘅，驗孕棒就係驗 XCG 嘅，因為 XCG 就係你大咗肚之後咧，佢代替你某類型嘅雌激素去做一啲功能嘅嘢，等即係你月經應該就會周期性變化。我意思就係話，嗱你識呢樣嘢，你就會知道嗰樣嘢啫，但係。譬如話我同友媽唔識呢樣嘢嘅，我哋睇嘅時候咪好迷惑呢樣嘢，所以就係話好似作者拋緊書包咁。佢後面嘅嘢其實少咗，有啲位係係啦。咪後面佢比較注咗一啲，佢將前純粹將啲嘢聯埋咯，劇情鋪翻出嚟，就 refer 翻一次嘅咯。純粹將啲嘢聯埋咯，因為其實我哋最初我哋點解就我哋會錄依套嘢咧，就係比較耐之前，我見過有賣又似地鐵睇依本嘢，咁佢睇嗰個就好有趣嘅，就係話。有個靚妹拖住個大叔，著住件底衫，大叔狗啊，大叔狗啊，即係將佢只狗死咗，佢只狗死咗，跟住將佢啲基因啊嗰啲嘢轉移咗去呢個男大叔度，大叔面度，係啦，跟住個大叔真係大叔，但係個腦係狗嚟嘅，實際上係狗，跟住你一齊生活，即係成件事就係資本主的豬咯。唔係好奇怪囉成件事，因為個女仔知道嗰個係狗啫，但係喺其他人嘅眼中上面咪覺得好奇怪話面嘅樣嘢。暗示緊人類嘅愛情囉，即係可能你人哋覺得你兩個先花插粉土，但問題只要你兩個覺得冇問題。佢未必覺得愛情囉，你純粹覺得已經好奇怪嘅嘢話大佬你見住個女仔拉住一個男人，即係男人好似對你。50歲嘅大叔。對你唯命是從咁樣，仲要好似成隻狗咁樣跟住。究竟咩事咧？唔係呢篇係其實少數算好結局嘅，真係。其實佢就好強調一樣嘢嘅，其實你見到佢好多時候都會有依類，就係話個外表唔同咗。嗯，係。係啦，所產生出嚟嘅效果。唔係類似後面有一篇嘅遊樂場嗰篇，有兩個，即係前面要提到一個遊樂場造反，啲人即係用人類嘅六字落個毛公仔度嘅，咁呢 part 就可以 skip 先。其實佢仲要後邊，因為後面有提到有兩個毛公仔情侶出咗去逃走，唔想死，跟住阿胡蘭就將佢個腦移植翻去正常人體入面。唔係，其實應該講一講個遊樂場發生咩事先，因為咧佢啲員工咧，佢就已經將由胡蘭手術變成直情係毛公仔有曬，那個毛公仔入邊肉體係毛公仔，個腦就人腦嚟嘅。但係佢喺毛公仔入邊咧，直情有曬腸啊、胃啊，即係已經佢化成一個毛公仔去喺嗰度生存啦。但係佢已經唔係人樣嚟啦，佢。已經係一個毛公仔嘅樣子，但其中有啲人就做咗情侶啦，就係咯，以毛公仔嘅身份做咗情侶啦。但問題之後，胡蘭將佢變翻人樣，按照個老莊女正常身入面咧，就拍對面嗰個係八阿婆，就好樣衰嘅，跟住兩個就一分咗手啦，就打交係咯。呢個好似有啲暗示咧，就係網上面嗰啲，因為頭先你講到話一個大叔嘅狗同一個少女就喺埋一齊好幸福啦，但一邊就係變翻人樣之後，反而兩個係散 pair 嘅，就係即係兩個對比翻咯。呢啲地方會有趣嘅啫，即係作者嗱暗示緊而家現代人類嘅外太睇外表咯，係咁你無可否認喎，你一定睇外表先㗎啦，冇辦法。一定㗎啦，呢啲一定會有關到事。呢個人性嚟㗎嘛。咁當然啦，其實同樣道理就會話嗰啲佢啲整容嗰啲啦嚇，頭先你講過啦，咩整到二次元咁啊，咩隻眼啊，水大隻眼啊，水汪汪嘅眼睛啊，係要好似以前咁要塊面尖尖，咁眼睛大大。嗰類型嘅都有，即係譬如佢有個減肥嘅，咩將個肥婆同個大一個正常人綁埋一齊。系啊，佢講嗰啲，即係佢嗰邊嗰個肥婆係咁食嘢嘅時候咧，應該係誒會將啲即係嗰啲養分咧，就會喺曬個男人度嘅。唔係，或者咁講，其實點解咧？同步即係例如點解你會覺得未飽咧？因為個腦會抑制唔到個思想，但如果有人話輸入咗，你已經飽咗，咁你唔會再食啦，就係、是。即係更加渴望啊嘛！但好似嗰篇個結局好似都係唔成功，好似都係失敗。唔得啊，因為藥啊嘛，藥廠嘅問題啊嘛。系啊，咁藥廠係樣咁嘅嘢嚟嘅，你冇得否認。嗯，所以佢其實唔係篇篇都係 happy end 咯，反而好多都係 bad end。
bad end 都系主嘅 ，bad end 为主。我都话佢系人类。就算 happy end 都可能会死好多人嗰啲，都冇乜意思。唔系啊，嗰啲复制人死几万咁唔紧要啊，妹妹嚟嘅啫啲，系咪？咁啊，系啊，会死好多呢啲。我最记得反而系歪打嗰几篇咯，完全唔知。哇！以一打八，拉打无双劲，喂，拉打嗰篇我真系完全唔知做咩。唔系咁几嘅，其实开头咁嘅，有一篇，点解咧？佢用翻原本拉打当年一二号嘅套路，有条友就系半香。嘟啦咁樣樣類似，跟住又係大學生啦，你又物理科嘅學生啦，跟住改手術做手術變咗做改造人啦。咁、其實有佢幾鬼分嘅，總之佢出咗一號到四號，咁其實唔同故事。即其實係咪歪打嗰樣搬過嚟？內容上跟翻出嚟啦，但係當然內容少咗改咗咗啦，即係佢唔係話接受邪惡手術啦，佢係阿少蘭改咗出嚟，要每個月要俾翻一定嘅維修費去俾少蘭醫好嘅身體啦，就係、是。系啊，咁你正常嚟噶嘛？你譬如话已经系唔系一个人，你俾机器你都要维修啦，咁样咁嘅状况。同埋身体啲器官就话要每个月要揿荷包啦。咁当然阿 VV 阿封建 Dude 咧就死翘啦，就搞咁样英雄联盟企业就喺啲企业勒索收钱咁维护。唔系，但系我记得佢哋个力量系大到某一篇嘅时候，其实佢哋已经系一个坏人嘅存在噶啦。唔系，因为咁嘅有一篇啊，一号定二号啦，就觉得唉，我都唔够打，咁点咧？阿弗兰，你帮我改得咁样劲啲，其实再改劲啲就只有完美嘅改造人，即系真系怪兽嘅样就唔可以变做人噶啦，唔紧要，你帮我改啦。咁跟住就变咗怪兽，就俾咗三号追住嚟打，就系、是、系啊，大叔啊嘛。咁其实就点讲咧？即系有时候一样嘢唔好去到太重啦，就系、是即系点解拉打即系咁多，即系拉打本身就系半改造，佢未完成，因为未完成。未做成一步改造先走出嚟啫嘛，做咗改造就真系变咗邪恶嗰边嘅坏人噶啦，真系。咁其实呢边就终于翻原著讲翻嗰样嘢出嚟，咁当然呢件事大家就唔会接受啦。但系呢个系咪睇过拉打啲人会感受深好多？系，因为本身我第一睇套漫画就系因为拉打嗰边有人提咗呢篇漫画出咗 po 出嚟，我已经几得意嘅睇啦。咁其实呢篇只系其中一部分嚟嘅，即系佢唔系全部。咁不过都几得意下嘅都。咁到最尾其实因为呢篇嘢佢点单元式回合一定咁发展，得隔几篇又出一次拉打嘅就系、是。咁其實最後結果咧就係四位拉打聯手，俾所有由咁多位現代高金融企業花錢請埋嘅幾百改造改咗拉打一齊鬥嘅，唯有嘅係其實點講咧？最後其實即係嗰啲機機嚟㗎嘛，唔係拉打原本有拉打有嘅，即係後嚟收卡整咗幾隻即係同樣嘅能力嘅拉打。佢話係正義超人，正義尖兵，正義尖兵嗰四隻咧就係已經改造到力量太強啦，已經。是直情是維和到社會咁樣，跟住班唔係最主要係阿封建 Dude 咧就喺度敲水，揾啲企業垃圾啲錢話保佑佢哋，但其實只係暗下底啊整佢哋嘅就係、是、咁。企業信唔過佢哋有錢，佢哋叫少人整一班同樣戰鬥力高嘅拉打出嚟，咁咪唯有佢啦就係、是。但係佢個身份係復仇者嚟噶嘛？佢一定要同伴俾人打爆咗，就好有型咁講一句，我一定要幫你復仇嘅。但係佢喺度 enjoy 呢樣嘢。就負責嗰啲劇情咯，就係因為講真四號，因為根據設定四號真係能力唔係特別高，好似要阿 VP 幫手救嘅咁。呢個就終於完咗又係。咁其實到最尾有趣地方就係企業係咁擁錢整翻改咗拉達出嚟，咁拉達本身要維護身，又要俾錢阿弗蘭，弗蘭係賺曬兩家嘅錢發大達嘅係。哎呀，有手生意，好多生意做啦，好开心啊！唔系呢啲咪黑白两度食晒所有。现代啲军火商咪咁咯，唔系武器两边都买咁。佢同样道理都有噶，试过就系嗰啲黑手党内斗嘛，两边都喺度斗扯、斗整嘅啊，斗复制人啊咁样，转嚟转去，即系佢有次就系话有一个黑帮大佬就系话，佢而家细白派系真产啊，派我对面派系咧就话整咗个复制人出嚟，就系话佢系老细个仔。系啦，咁我而家又要搞翻点样行嘢，跟住就捉佢个腹，佢个追击手，整容扮嚟佢替身影武者。於是个影武者就扮咗佢，跟住佢净系取代埋佢。系啦，跟住佢就走去追击翻佢，结果佢因为佢追击手，於是佢又俾人射死咗。跟住佢个脑又将佢转嚟转去，咁总之搞嚟搞去一轮，咁样就总之好多咸鱼，好多啲脑转嚟转去，转到卷晒龙。咁佢好多呢类型嘅嘢，转去转到卷晒龙。咁佢好多呢类型嘅嘢，转去转到卷晒龙。咁佢好多呢类型嘅嘢，转去转到卷晒龙。咁佢好多。